you uh -huh. OK，所以我们今天上课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基本上呢，没什么数学，所以希望大家其实今天要整个活过来这样，因为今天上课上好不好呢？就看各位同学的表现了。就跟上一堂课，其实我回去就很感动，哈，我发现我在上的时候，虽然我其实只上了我大概笔记上面的三分之二而已，可是大家其实有很多问题，我觉得让我觉得说，哎、欸，你们其实都有跟上来。 啊、嗯，所以今天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其实整个的主轴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学到了 Fermi gas，那你到底在哪里可以找到 Fermi gas？OK，、okay? 那我们今天会举三个例子。那在我们举这个例子之前，我们还是稍稍复习一下下，就是我们对 Fermi gas 到底学到了什么。 那在这边呢，就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Fermi gas 里面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架构图，就是说你从一个 density 出发，其实事实上呢，可以得到 Fermi energy，OK？、Okay? 你从 Fermi energy 呢，可以求出什么？可以求出 density of state at E_Fermi，跟求出在 T 等于0的 internal energy。 所以这其实事实上是四个非常非常重要而简单的一个关系图、哦。那我们待会其实就会稍微跟大家沟，其实事实上，如果你很振作的话，你应该现在看到这个箭头，你就立刻想到有不同的等式这样。嗯，不过如果你没有这么振作，没有关系，我会我会让你跟上来的。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是 particle 的 density，这个 n 其实 is nothing but total number divided by total volume。OK，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 Fermi energy。 也就是 orbital 里面填填填到最高的那个能量，that's what we call Fermi energy。那 density of state at E_Fermi 就是在 Fermi energy 那个时候，它的 density of state 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 U 0的话，这个如果你有看课本你就知道，因为我上课没有讲，是 internal。 Energy at tau equal to zero。OK，那它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架构？好玩的地方是什么？你去看一下，就理想气体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理想气体最好玩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在 tau 等于零的时候，管理密度是多少？其实压力是多少？其实压力是零，对不对？所以对于一个古典的理想气体而言，在 tau 等于零的时候，其实事实上。 你放几个 particle 进去，其实更没差，因为他们不会动，所以基本上你那个密度其实跟其他的物理量都没有关联性。所以你在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noise> f e r m i liquid 跟 classical gas 很大的一个差别是，基本上你如果知道了在掏曲 u 零的话，you then realize density is the mother of all these h interesting phenomena. 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你只要知道 density，其实你就可以导出几乎其他所有的物理量。那所有的物理量都反过来，其实就跟 density 有关。那 density 其实基本上告诉你说，这个电子里面它们平均距离是多少。所以就是说，在 Fermi gas 里面，你只要知道这些 fermion 它们平均的距离是多少，你就知道所有其他的特性。OK，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就我，我们如果今天假设我把 Fermi gas 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这个 volume 事实上是比如说 l 的三次方。那我们知道它的 orbital 事实上是 q u a n t i z e 是 h bar 平方除以二 n 然后再来呢是 n p 除以 l 的平方。OK，所以你在这一整个计算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你填填填填到最后会有一个 n maximum，对不对？那这一个 n 的话，不要忘记它只是一个 shorthand notation for n x。 NY and N Y 和 N Z，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其实事实上是想要去导出来，就是我们 E Fermi 跟 E F 之间的关系，好不好？那这个其实你现在应该其实已经要知道，那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稍稍复习一下下，在这一个抽象的 N X、N Y、N Z 空间里面，如果你最后把它填填填,填到最后，填到一个 N maximum 的话。 这里面所有包含的面积，其实刚好跟它格子点的数目是差不多一样的。那所以这一个 volume 是多少呢？这个 volume 是八分之一乘上什么？乘上三分之四 pi n maximum 的三次方，这就是这一个球的面积。最后再乘上一个二 s 加一。那你的 fermion 的 spin 有没有？ 它会给你一个二 s 加一，那这个全部加在一起之后，应该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你的大 n。OK。那 in general 这个关系式会跟你的 spin 有关。a d a i n for spin equal to one half fermions，事实上你们现在大部分学到的 fermions 都是 sp one half,、okay? is spin one half。OK，neutrons 是 spin one half。 然后，proton 也是 spin one half，electron 也是 spin one half。所以，你们现在知道的这些基本粒子，呃、嗯，以大三程度来讲，就是够用了。所以，就 spin 如果是 one half 的时候，这一个 factor 事实上是二。那这个二来源是因为 spin one half 的时候 sp up,，spin up，spin down，所以你就乘上一个二就可以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解出来，所以你就会得到 n 大 n，事实上呢，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三分之派 n maximum 的三次方，OK，所以这是第一个 equation number one。那可是我们也知道啊，就说这个 n maximum，当然其实跟 e 分母的关系是非常 trivial 的，因为你的关系式写下来之后，e as a function of k，把它这个整个画起来，它其实事实上是一个 parabolic，就是我写的那一个东西。 所以你的一分米最大的东西，当然 by definition 就是 h 八平方除以二 m，在的话呢是 n maximum pi 除以 l 的平方，所以它就等于 h 八平方 pi 平方除以二 m l 平方乘上 n maximum 的平方。那 n maximum 从这里你可以解出来，n maximum 事实上是等于三 n 除以派的三分之一次方。那你就把它带进来，所以你最后就会得到一分米事实上是等于 h 八平方除以二 m。接下来这一个关系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三拍平方大 N 除以 v 的三分之二次方，OK。所以事实上，那当然大 N 除以 v 在这边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density。所以你这边可能要稍稍搞清楚一下 notation，就是你们课本习惯性写小 n 的话，它不是你们以前学过真正的密度，它是粒子的密度。OK，好，那你的粒子密度的话，通常这边大家是你们课本是写 rho 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得到第一个，呃，黄金的 equation，这样，就是一分尔米实际上是等于 h b 平方除以二 m，三拍平方 n 的三分之二次方，OK，which、okay? basically go as n 的三分之二次方，嗯，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how you walk from the density to the Fermi energy. 那其實如果你對Fermi level, 對Fermi gas有一定的了解,你就知道, 其實像當你知道Fermi energy的話, okay? hmm. So that's the first one. Should be easy, right? 我們接下來呢,到目前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很、嗯、好，就表示大家都很熟。我们接下来就要去看一下 <noise>，Fermi gas 在 zero temperature 的 internal energy 是多少。 所以我们在要去算的是 U 零，U 零事实上当然就是 U 在 tau 等于零的时候。那一般来讲，我们 internal energy 它的积分方式是从积分从零积到无限大，dE 乘上 density of state，right？这个是从 sum c o n v e r s i o n 积分出来的结果，再乘上什么？因为它是 Fermi distribution，然后再乘上你要的东西，这样。OK。所以这是对 Fermi m 而言。 其实事实上，你要知道一下这一项是怎么来的，跟这一项是怎么来的。他们两个其实永远都是正的，可是来源不太一样。Density of state 纯粹是因为你在 sum over 所有的 orbital 的时候，那因为这个 orbital 的分布在能量轴上面不是均匀的，所以你从 sum 化成积分的时候会出现这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这种其实只是数学上的方便性。那这个 f1 的来源是 something more fundamental。 是我们完全改变了我们以前去看一个例子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在干嘛，而是去看一个 orbital 一个 orbital 一个 orbital 在干嘛。所以这是 orbital 的 occupation，right？那这个 orbital occupation 这两个乘在一起，就告诉你在那个 orbital 上面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因为每一个 orbital 它有个能量是一，所以它就长这个样子。那在 zero temperature 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 step function，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写下来，就是积分从零积到无限大，底一。 density of state，OK，、okay? 再来的话呢，就只要乘一就好了，然后把上下线这里偷偷的改成一分米，That's it。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算这个积分，有一种算法，第一就是把 dE 回去查表，一的是查上次的 notes 或者是查课本，然后你就发现有一坨恐怖的公式，然后跟一堆有没有的东西这样。那我反正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不，我还是不记得这样，嗯。 所以从我学生时代到现在都还不记得，所以我的大脑很显然是把它列成是不需要记得的东西。所以接下来就是说你要算这个积分，你要怎么算？好，记得这件事情，这是我记得的。你要算第一，对不对？第一个当然最猪头的方式是假设它是个常数，可是你就会发现你就算出错的答案，因为因为这里其实你不是在算 Fermi level 附近，你是从零一直积到 Fermi level，它是真的会变的。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一件。 物理学家最常做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把 d 一除以 d 一分米，然后再怎样，再乘上 d 一分米就好了。然后呢，再乘上一、e,，所以我没有做任何事，对不对？我是乘一个除一个，可是这个就很简单啊。这是多少？这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density of state 应该跟一、e、的几次方成正比。 根号一、e、乘这米，如果这个你都不记得，那就完蛋了。哈，OK，so、okay. you should at least remember d e n s t y of stay 跟一、e、画出来之后是根号一、e、的。嗯，在三维的时候，所以呢这两个除完其实很简单。这个除完，因为一个是根号一、e、乘上一个 constant，另外一個是 constant 乘上根号 e f，所以这一个东西事实上就是根号一、e、除以根号 e f，然后把常数拉出来。 所以你就得到 d 1分米除以根号 e f 积分从零积到一分米 d 1根号 e 再乘上 e。So then this integration becomes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simple。这个其实只是一的二分之三次方，积完分之后是变成是五分之二，一的二分之五次方，你把它带进去就好了。 所以呢，你就得到 d e Fermi 除以根号 e Fermi，再乘上那个东西，所以是五分之二 e Fermi 的二分之五次方。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根这个消掉了，变二。所以你就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答案是五分之二 density of state at e Fermi times e Fermi square。 OK，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稍稍 recall 一下，我们上堂课有学到 density of, of、e、Fermi，它事实上是多少呢？它其实是三 n 除以二一分米，那你就把它带进去，所以呢，你就会得到很可爱的一个关系式：三 n 除以二一分米乘上五分之二乘上。 一分米的平方就等于二跟二消掉，所以就五分之三一分米跟这个消掉，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 U 零呢，事实上是等于五分之三 n 再乘上一分米。这告诉你什么事？这告诉你，在一个 Fermi gas 在 zero temperature 附近的话。 每一个粒子的 k i n e t energy 是多<吧>少？平均来讲，是多少？是五分之三 Fermi energy。那你那样会说，哇，这个需要算成这么累吗？大家不需要，所以这是物理绝对不重要。的。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的话，你去看一下，你有个抛物线，对不对？你有个抛物线，它是零啊，对不对？最低能量，在一个分 e r 里面，能量最低它是零、啊。 然后最高的嘞是一分米。那根据物理学家就乱算的加，答案是：如果你要算平均值，那是什么？就把最大跟最小怎样加在一起除以二。所以你得到就是你乱算的结果是二分之一一分米，也就是零点五一分米。那你正确的把它积完所有的积分，然后算完这一整套所有的东西，算出来是哎不是零点五是零点六。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说你的学习有多么的没效率，你的学习就是为了追求那个零点一的正确性这样。 了解了吗？如果你有尝试的话，那很不幸的是，我发现我们大部分学生是呃，就是没有尝试，可是很会算，就是他们不懂为什么可以有零点五的答案，可是他们可以直接算出零点六。那我只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其实你应该两件事都要都要有。好，你可以不用算就知道这个答案，其实差不多就是零点五一分米，然后有认真把它算完之后，就发现嗯，果真没错，它是零点六一分米。这样子你念物理才会很有趣，OK？ 所以你最后得到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即使在 zero temperature，不是因为 zero point fluctuation or whatsoever，just because uh fermion hate each other，就是因为这个彼此之间的仇恨，所以大家都怎样？没有人是躺在地上就这样趴，就是享受阳光。没有，大家都是很振作，动来动去这样。然后如果这时候突然有一个 有一点年纪的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因为他们都动来动去，所以他们遵循这个 b o s n s n distribution 吗？”答案是当然不是。不要傻傻的说是，有人是不动的，是零；有人是用很高的能量，是用一 f 米 r m i 在动。平均来讲的话，就是五分之每一颗就是分到五分之三 f 分 r m i 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就是我们上次再强调的，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图形背后，它其实传达出来的一个讯息是什么？传达出来的一个讯息就是 fermi gas 本身。 有非常巨大的动能，即使是在零温。所以你看，其实很有趣。一般你们以前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就真的要完全醒过来你们以前对于气体里面，我其实最常、最常听到人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温度是什么？你知道，他们就把不懂的东西弄成另外一个不懂的东西，说哦，温度就是什么？就是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然后我就很傻眼，这样就是明明就是两件事情，不是吗？ 如果温度就是气体温子的平均动能的话，那不是意思说零温的时候气体就不会动了吗？是这样吗？那分密 gas 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说你该醒过来了。这样，如果你到现在还没跟上 kettle 的话，你就真的应该醒过来了。温度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气体的平均动能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至少在分密 gas 里面它等于零，you have an enormous kinetic energy。OK，so、okay?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cept，don't mix them up。嗯。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么巨大的动能，最后可以可以可以在什么地方发现？然后它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嗯，好，所以这个是非常简短的 brief review。有什么问题？答对了，嗯，是，嗯，没错，很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接下来第一个就来看说我们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分围 gas。那我们今天会在三个不同的尺度，非常怪异，就告诉你统计物理为什么这么的漂亮。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在金属里面你可以找到分围 gas。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尺度非常巨大的 scale，就是在天上这样，就你可以在很多星星的旁边呢找到它的半星，事实上是白矮星。 白矮星是什么呢？白矮星其实就是我们的太阳，就未来的命运这样。除非我们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开始就把全世界的，我事实上是你把现在全世界人类的核子武器全部都丢到太阳去呢，它最后还是会变成白矮星这样。呃，所以呀，除非发生更巨大的灾难，不然就白矮星就是我们太阳未来的命运。嗯，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白矮星发生什么事。所以白矮星当然不是这个尺度。那很好玩的是呢，还有第三个例子就是。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就你高中已经学过的，就是就是氢原子的原子核这样，嗯，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大家就说，反正原子核就是一个东西这样，那你就不太管说，哎、欸，原子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原子核是很有趣的事情嘛，原子里面有质子有中子，对不对？Right，所以光光那个质子跟质子之间的排斥力事实上就已经很强了，然后最后其实他们还是可以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坚硬的壳，至少你用阿法粒子去撞它的时候。 对不对？你都没有办法把它撞破。So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there, and it turns out，就是在原子核里面，这些质子,子跟中子也可以被看成是什么？也被看成是一个 Fermi gas。就，那你当然会觉得说，你在开什么玩笑？Fermi gas 不是气体吗？气体不就应该像是什么？像气球一样，这样我揉一下它就会变形吗？所以呀，yeah, 所以原子核是你全世界的。 就是你随手可以拿得到最硬的气球这样，嗯，它是气球，可是你压不动这样，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硬的气球。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呢，就请大家真的要睁开眼睛了。就是我考虑了很久，就是在想说到底要讲到什么样的程度哦。那我后来决定了，就是我要用我认识这些系统的方式讲给你们听，这样。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没有什么数学，因为如果我要把这中间牵扯到的数学全部写下来的话，那那我们就不能举这些例子了。所以我会用很多 arguments 跟。 一些直观的东西，所以可能会造成大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非常的困惑，所以我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可是其实本来物理学习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就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呢，如果你拿那个困惑侦测机去侦测他，他的大脑附近应该是常年被一团非常密度很高的困惑所围绕，这样。 嗯，所以我今天来散发一些困惑，让它变成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这样好。So the first place that we want to look for the Fermi gas is a、uh, electrons 啊、uh,，in metal。就金属里面的电子。那大家都有学过，金属里面有自由电子。那这一句话一听就是骗人的，金属里面怎么会有自由电子呢？ 自由电子就是一颗电子，然后你就是开始跑之后，量到 charge 就是一点六乘上十的负十九库仑，量 m a x 的话是九点一乘上十的负三十，一吗？公斤还是三十四？o what so ever？好，那那才叫做自由电子啊，就是真的自由电子。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导线里面的电子一定不是自由？因为很简单，这一根导线对不对？你就这样甩一下，我可以跟你打赌啊。 这没有任何电子都被甩出来，因为你看，你摸一下，你并不会被电到，所以他们不是自由的，他们绝对不是自由的，they are t i g h t l y bound within the wire。那为什么他们在 wire 里面就可以自己跑来跑去呢？嗯，所以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电子在金属里面可以被当成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non-interacting Fermi gas？他们明明也有 interaction，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某一种卡通的程度上面呢，铜线可以被想成是这个样子的，这应该蛮合理的嘛。那因为 ion 其实很重，所以我们就只要只是稍稍想一下，在正常的状况底下，他们顶多就是摇摇屁股、抖动一下而已，并不会偏离这个位置。 所以它就形成一般我们所谓的晶格。那这些晶格有不同的对称性，这样。那我画的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 cubic structure。那在这个上面呢，它还有什么？它还有到处乱跑的电子，对不对？比如这是一颗电子。那我们要精准一点呢，它還有个 spin。那除了这一颗之外呢，还有其他颗这样。那还有很多颗。那不要忘记了，最终最终是它必须 total charge，对吧？ Right，这是正常的金属里面的特性，所以它是长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就这里面会有什么 interaction？Well，首先每一个 copper 的 ion，Cu 正，它是带正电，electron 它是带负电，所以你至少可以想到就已经有什么有 ion ion interaction，对不对？你还有 ion 跟 electron 的 interaction。那你最后呢，还有 electron。 跟 electron 的 interaction，所以我们暂时把它分成两部分好了。我可以说第一部分基本上就是因为正离子的存在，对电子就会造成有一些作用力；第二部分就是说电子跟电子本身带斥力，所以他们会怎样？他们会互相排斥，这样就是这两部分的力。那很显然这两部分的力可以被忽略吗？答案是当然不行啊，对不对？它们其实都蛮大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说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忽略它？而且最后很神奇的是，你是这样乱算，算完之后呢，其实事实上跟实验值还很接近。OK，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Ion 到底干嘛？Ion 基本上就一个一个的正电，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夜市，有玩过那个弹珠游戏的话，其实就很像那个这这这这这那边撞来撞去的，很像就是什么？ 那个钢珠就很像是电子，然后那一根一根一根钉子其实就像 ion，为什么呢？因为 ion 因为很重，所以被撞了之后基本上可以被假设成是不动的，那电子是很轻的，就这么撞来撞去。那这一个图像呢，就是完全错误的。你们一般会误以为说电子之所以会有电阻，就是因为有很多 ion，然后就撞来撞去，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电阻不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在量子力学里面，如果你量物好好学的话。 我事实上，你让我好好学，也不会学到这个。嗯，所以呢，<noise> 在我们的很 cute 的 quantum world 里面，嗯、这样的一个 ion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Well，它会造成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未能。那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电子其实并不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粒子，它是个波。 所以它其实很可爱，它会 adjust 流过去这些地方的形状，这样。然后事实上，电子就可以这样子的 coherently transport 过去。所以事实上，如果今天 ion 完全不震动的话，电子就好像。 如入无人之境的整个穿过去，所以事实上，ion 跟 electron 的 interaction 其实并不会造成电子在行进上面任何的困扰。那这个就是量子力学迷人的地方，这样。所以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去那个少林寺，最后不是要过阵吗？然后不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障碍吗？其实你只要做一个转换，你就把自己从 classical human being 变成一个 quantum human being。 OK，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pass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y，然后最后记得再把自己从 quantum 变成 classical 就好了，嗯，那你就可以过关了。然后上旁边的方丈就会立刻傻眼，这样他可能在中间就哎完全不知道你在哪里，这样你就跟这些障碍形成一个 coherent 的一个所谓非常和谐的组合，然后最后你就可以过去。好，那这背后的物理其实当然你可以直接算，它是有非常严谨的数学，你可以直接证出来。 But then I just tell you the result。所以就是告诉你说，I on 在哪里其实不会造成困扰。那顺便附赠大家一点基本常识：电阻的来源其实不是因为 I on 在那里，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 I on 会震荡。当 I on 会震荡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是少林寺的方丈，突然发现，哎、欸，又有一个学过量子力学然后来过关，你怎么样让他破功？你知道吗？就很坏。如果十八根柱子，你就把一根柱子在他。 处于不知道在哪里的状况底下，抽移一下、嗯，它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干扰，然后就会嗯，直接在中间线行，然后,後就就被烧死或怎么样，诸如此类的。好，那那就是电阻的来源。所以事实上，你今天之所以电子在这边会产生电阻的原因，其实事实上是因为 iron 会震荡，所以它不再是完美的周期性。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其实电子不是被 iron scatter，电子是被缺陷 scatter。 OK，缺陷就是非周期性的东西。Try to remember that。那我看过的科普书，有些科普书很，事实上我觉得是比较棒的，有有解释这件事情，有些是没有这样。So in case 如果你还在那边想说，电子的电阻就像是很多钢钉，然后钢珠在那边撞来撞去的话，嗯，你可以稍微 upgrade 一下你的 physics intuition。That's wrong。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会有什么 consequence 呢？consequence 非常的有趣，有趣到呢，我只能跟你讲结果。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超多次的 k 平方的 dispersion，对不对？你当然就说，哎，所以就这样过去就如入无人之境，完全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当然不会啊。好，所以它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它发生的事情是。 电子的 dispersion 会改变，那这一个改变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第一件事情是，你会发现电子在某些地方不能在有某些能量不能再存在，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 energy gap。那这个 energy gap 有多重要？这个 energy gap 是非常的重要。你今天之所以可以上 Facebook、跟打手机、跟做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量子现象。OK。 如果电子永远都是长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有电线，你就不会有电脑，也不会有其他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我们不会有半导体，所以半导体之所以可以存在，事实上是一个 pure quantum effect。而且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半导体事实上是理论物理学家先算出来，发现说诶、欸、有这种东西，然后最后实验才真的去这样设计，然后做出来的。So have something pretty amazing。OK，那第二件事情是在这边。 这个 dispersion 实上改了，所以它其实不再是原来抛物线。所以事实上呢，如果你直接实验去量它的话，你会量到不一样的质量。所以在半导体里面的电子，如果你去量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质量其实不是像不是你一般在正常实验里面，在 mini 跟实验里面量到的的质量这样。所、so、以 that's something amazing，OK？、Okay. 那为什么会这样？就很抱歉，没、嗯、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我只能跟你讲说，如果你好好的学了。 量子力学之后，最后就是这个结果。所以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就是 ion 的存在，其实只是稍稍的改变了电子的特性，可是基本上电子还是可以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就是说，你把电子当成是 non r e t a t i v i d t n g particle 是 totally OK 的。那如果你就停在这，不要去管第二项的话，那这个就是现在电机系他们学的东西这样。 他们就学到这，我好，所以就我们就把电子当成分泌 gas，然后就是质量稍微不一样，然后就带进去，然后啪，就是说说说,說算一堆有的没有的，然后嗯，你就可以设计所有的东西出来。可是当然，电子跟电子间 share interaction，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忽略掉？那这是另外一个很深刻而很有趣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你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电子它有 kinetic energy。 那电子的 kinetic energy，我刚才其实已经特别算给大家看，就是为什么要算 U 零？U 零告诉你说，它其实事实上是 n 的三分之二次方，对不对？那每一个 density 其实都会告诉你，loosely、er、speaking，你可以典型上面去看，在一个 Fermi gas 里面，电子跟电子间会有一个平均的距离。那这个平均的距离是多少呢？这个平均的距离 a，事实上是什么？ 是 n 的负三分之一次方，对不对？密度如果越大的话，a 就会越小；密度如果越小的话，a 就会越大。哦，可以看得出来吗？也就是反过来，如果这样子看，你觉得很难看得懂的话，就是 n 差不多其实就是 one over a 三方，这是典型野狗的逻辑。这样，就因为其实。 这每一个分秒都不喜欢彼此，所以他们自己就是占据一个地盘。那个地盘有多大？其实很简单啊，total volume 是 V 啊。那每一只每一个地盘都要占某一个，那那一个的 typical scale 就是 a 的三次方。所以 a 的三次方乘上 n 之后应该等于 volume，所以把它除一下的话，n 就差不多等于是 one over a 三次方，就这样。嗯，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知道 c a n t i c energy 事实上是 n 的三分之二次方，还是告诉你其实它是 one over a 平方。那。 那个 Coulomb、er、interaction 是多少呢？两个电子之间的 Coulomb、er、interaction，它其实基本上是一平方除以两个之间的距离，它其实 one over a，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们其实事实上跟密度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画出来，就这是 a，然后这是两个不同的能量。那如果我们今天先画 kinetic energy，kinetic energy 的话呢，是长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去画 这一个 Coulomb interaction 的话，Coulomb interaction 的话，cool er、的话基本上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你从这里可以分成两个区块。在这个区块的话 c a n e t i c energy dominate。OK，那在这一个区块的话呢这 Coulomb、er、interaction dominate。那不要忘记了，A 越大往这边，A 越大是什么？是 low density。 往这边是 large density，所以这样一个图其实事实上就可以帮助你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这件事情的确就非常的怪异。这件怪异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件怪异的事情就是告诉你，当你的 density large，意思就是 a small。 When density large, kinetic energy dominates. 那一直告诉你就是, you can ignore current interaction. 所以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其实你可以看得到，说难的话其实非常的难，嗯，说简单的话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看我多简单，数学上而已，它就是一个 one over a 平方跟 one over a 啊，你只要知道我在干嘛的话，好，那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那说难的话，事实上是非常难，无论是实验上跟理论上，你想要去了解这两个不同的东西都很难。可是你从这里呢，最后得到一个非常怪异的，因为量子力学加上分布 statistics。 你最后得到一个非常怪异的结论。这个怪异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怪异的结论是在同样一个盒子里面哦。你今天装了很多很多的 fermion，跟装比较少的 fermion，你问说哪一个 interaction 比较重要？如果根据你以前的想法，如果根据你以前的想法，你一定会觉得说，kinetic energy 应该是 proportional to n 嘛，interaction energy 应该 proportional to n 平方，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装的很密密麻麻的，应该 interaction 要怎样？比较大。这个装的很稀稀落落的，非常歹路，应该 interaction 要怎样？比较不重要。答案是完全相反。答案是完全相反。量子力学完全改写你的基本常识，所以请倒过来。今天铜线里面的电子之所以可以被当成是，几乎是 free electron，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你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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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你说这不对呀、啊？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电子，那不是应该有很多很多平方的 interaction 吗？Right？那我怎么可能可以把 interaction 丢掉呢？嗯，所以你就应该稍稍回去想一下这一个非常漂亮的例子，这样，OK？基本上，当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电子的时候，c o r r o n t interaction 会变大还变小？ 你有很多很多很多 inter 的、cool er、，interaction 的 cool，interaction 是条白色线，它是会变大。这个尝试大家其实都有。那为什么会变大？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因为电子跟电子的平均距离怎样变大了。可是大家没有的尝试，你以前没有过的尝试是，是你今天在一个盒子里面，OK，它是量子世界，所以它有测不准原理，电子在没事的时候喜欢扩散整个空间。 可是现在不是一颗电子，它是有很多颗电子，它们彼此痛恨彼此，不愿意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于是它产生地盘割据的现象。那地盘割据的现象告诉你说，当你今天放很多颗进去的时候，没有错，它们 interaction 变大，可是它的 c o u i o m energy 怎样变更大？所以相较之下，虽然 interaction 变大，可是没有 c o u i o m energy 那么大。所以意思告诉你说，没有错，它们之间还有非常 strong 的 c u r r e n t repulsive interaction。 可是真正决定他们划分地盘的是是包立的，嗯，不相容原理。所以这是整个背后非常漂亮一个精神。也就是说，反而在一个 Fermi gas 里面、mm hmm.，density 很大的时候，kinetic energy dominate，so you can actually ignore interaction，so then it's、uh, okay to t r a d e them as non-interacting particle。OK，这是最难的地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金属里面你可以找到 Fermi gas。For me guess. Questions？嘿、hey.。答对了，这、就是说的真的太好了，所以我是不是应该立刻收你当学生呢？所以你看我非常小心的，因为现在在录影这样，所以我就没有说哦，大家这个就是、这个、c o 传就不重要。o o l 当然还是很重要。嘿，可是就是说，as a first step。 你把它当成 non- interacting gas，应该可以就帮助你认识一些东西。可是因为 current、cool、interaction 也变大，好，所以它其实事实上会带来很多很有趣的一些现象。那这些现象这个远超过这本蓝皮书的程度，所以嗯就被忽略了。嗯、好，就是这样，很好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只有计算那两个电子之间的交割，可是也没有把问放方向好。啊哈、uh。Huh. 说的很好，对。你如果其实之基本上最后要真的非常认真的把所有的 interaction 放进去之后，有没有？这个会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个 one over r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 notorious 的 divergent series。如果真的是 one over r 的话，事实上这里距离是 a，比如说你在隔两个距离是 one over two a，那你把 a 提出来之后，它其实会变成是一个 zeta 方选的对。 一加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把啪啪啪啪全部加一起之后，它就爆掉。所以事实上，你是应该把那一整个加在一起。可是，在真正的 real life 里面呢，current interaction 事实上并不是像这样而已。它其实事实上还会有一个 cut off，就是会有一个 Fermi divide screening，就是说，因为其他电子的存在这样，所以它会把它的，因为这个整个 charge 是 neutral，所以它事实上它不会完全都是 one around，它最后會 exponential decay 掉。嘿，所以。 你只要算几项就好了。那你只要算几项，跟算一项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是一样。好，我刚才这一部分的解答完全跳烫，所以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可以把它完全删掉，没有关系。嗯，好，这是很好的问题，这样。不过这个超出程度太多，还有其他问题吗？太好了，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些有趣的数字哦、喔。所以如果你们好奇，就是说这些数字长什么样其实课本有非常详尽的解释。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重复。所以我希望大家学到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这些东西看起来跟 non-interacting 差很远，为什么还可以描述？那可以描述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 kinetic energy 其实还是比 interaction 来的大。那这件事情只有对 fermion 才有可能发生。 因为只有 fermi 在 zero temperature 有巨大的 c o n t a i n energy，b o o 就没有，classical particle 更没有。不过就没有 low temperature classical particle，所以你很难讲什么是有，什么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来带进一些 number。number 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就如果我们今天去 estimate 一下 fermi energy，在 metal 里面的话，它其实是像是 h 八平方除以二 m 三 π 平方 n 三分之二次方。所以今天这堂课很愉快是，这个是 大概是唯一一个公式，你就一直用一直用就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对铜而言，它的 n 差不多是十的二十三次方 centimeter cube inverse。那如果你这样写的话呢，它的一分米算出来，其实差不多就是七个 eV。那差不多就是八点二乘上十的四次方 Kelvin。 那八点二乘上十的四次方 Kelvin，其实事实上对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高的能量。就是说，这个其实事实上是多少？而是基本上是八万度。意思就是说，你要把铜线热到八万度，它里面的 electron 诶才会怎样？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学过这个非常好玩的 Fermi gas，它才会像 Classical gas，OK？、Okay? 可是铜线呢，只要在 一千多度它就融化了，所以八万度只是一种理想的概念，是说如果你可以让 ION 不融化的话，到八万度才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意思是说，你只要看到铜线，你就可以假设我们学过的分类 distribution 事实上是非常 robust。OK，so、okay, that's the lesson you got。so this i something s cute。然后还有另外一件好玩的事情是，大家也可以顺便去算一下，就是那个斜率是多少。就在分类 level 的时候呢，它会有个斜率。 这个 V Fermi 呢，它是非常非常典型。这个 V Fermi 是多少呢？这 V Fermi 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去 update 一下自己的、自己的的尝试哦。常,常你听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说这是一个电线，然后我今天通上什么正负电之后。 然后就是什么东西就立刻像一颗球一颗球，然后不光挤出去，然后就是说哦，这是因为其实这个速度就跟光速一样快。然后事实上那个这个平均速度它就这样，滋滋滋滋滋，挤挤挤挤挤,挤,挤,挤很久，就才出来。那那个平均速度呢，就很简单，就像我现在走路这个速度一样，就是每秒一公分或 something 来、like、的。所以这个是一般你常常会听到在解释漂移速度说，漂移速度事实上是所有东西的平均速度，可是但是整个 reaction 的速度很快。 就跟光速一样，我每次都很想去投书这样，因为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OK，为什么光速会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出现呢？导电是电子啊，为什么跟光有关呢？如果这是一条光纤，你光纤已经 set up 之后，光纤会这个传过去，那个速度是光速，回去就是 bright。事实上是 slightly slower than than speed of light，它其实是 c 除以 n 啊。 在电子里面，这这这，难道电线在传导的时候是用电磁波吗？并不是啊，没有错，就是电子产生电阻和所有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如果你又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说，呃，即使一条电线都会有电磁波这样。那，But then that's just really really minor corrections, right? Sorry, I shouldn't joke about that。<laughs> <laughs> 好，然后。<coughs> 不行，这样很好笑，我要停止笑。这样、嗯，好。所以事实上，在电子在整个铜线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嗯、电子事实际上是用百分之一的光速在运动的。所以当你今天如果突然 push 它的时候，其实它事实上突然出来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可是那个快呢，不是光速，是 Fermi velocity。是谁你知道吗？因为铜线是一个 Fermi gas。那我已经许。 跟大家讲过，它就像一个大海。那大海表面上面有没有的电子？它其实有个速度的，那个速度是三乘以十的六次方米每秒，which is really really fast，but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peed of light。OK，所以在这边特别跟大家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百分之一光速，它不是光速，所以它很快，可它跟光速无关。嗯，除非你是在讲光纤传导。嗯，好，所以这是有关于那个电子的部分。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垫子底下，其实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课本有提到 specific key 的话，它有两个部分，那那一部分你们就自己看。我想要教的其实是有关于每一个东西有这么大的 k i n e t energy，它的 consequence 是什么？OK？所以你可以自己稍微想一下，其实今天在涛等于零的时候。 即使是在 t a 等于零的时候，其实 fermion 跟 boson 不太一样。你看，对 boson 而言，如果在 zero temperature 的时候，所有人都跑到 ground state 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生性和平，彼此拥抱就可以活下去，所以他们只需要爱，不需要食物。这样，so this whole energy is basically zero。可是对 fermion 而言，they don't have love，right？So when you just hate each other，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right？ 那就是努力的赚钱，那对他们而言就是增加自己的能量，这样。所以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Fermi gas 在 zero temperature 的时候，里面的 Fermi 还是动来动去的。那因为动来动去，所以它其实事实上就会产生一个 pressure。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算这个 pressure p 有多大。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就说这个怎么算？p 的话，事实际上是等于负的 dU dV。D U, D v, A constant sigma and constant n. This is the pressure of zero temperature. Now, third law. According to the third law, sigma basically goes to zero.

你要 hold sigma constant，你要先知道 sigma 是什么。好，那可是，在 tau 等于零的时候，刚好很特别，because we know what sigma is. According to the third law，sigma should be zero。OK，所以你就直接微分就好了。那那个微分就很简单了，因为在这边你只要 recall，它其实就就是我们学过的 u 0拿来对 v 微分就好了。可是 u 0是什么呢？u 0是等于五分之三 n 乘上一 fermi，对不对？ 1> 那一分米的话呢，又等于 h b 平方除以二 m，再來的话是三 π 平方 n 的三分之二次方。它意思是告诉你说，U 0就等于一坨恐怖的常数乘上什么？这个 n 是大 n 除以 v，所以事实上就是 v 的负三分之二次方。 那你就把它围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微分很简单，它就等于负的这一个常数乘上这个的微分，这个的微分是等于负三分之二 v 的负三分之五次方。OK，那接下来就很简单，把这个负负得正，所以变三分之二，这个常数乘上 v 的负三分之二就是什么？就是 u 零。 然后还剩下一个 v，那就把它除掉，所以你就得到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关系式，就是 p 呢，事实上等于什么？两倍的 u 零除以三 v。这个是 Fermi gas 里面。 最最最奇怪而最神奇一件事情，就是你根据理想气体方程式的话，如果你今天密度固定，然后你去画它的 pressure，如果你去画 pressure as a function of tau，那因为 pressure 事实上就等于 n 在乘上 tau。 所以 n 如果是固定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什么？就是一条直线。那你发现对 f e r m i o 而言呢，它其实事实上是长这个样子。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算的 pressure at tau equal zero，也就是这一个东西，and which is actually huge。 好，所以我们就解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仇恨，所以大家就承受很大的压力，嗯，就是这样来的。好，那很好笑的是，对包总而言，你可以去算包总在 zero temperature pressure 是多少，还是零。所以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爱可以克服所有的 pressure，这样，嗯。所以记得一件事情，要多交朋友，这样少设立敌人。那 on the other hand，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 tough，那很简单，你就像我一样，就多讲话得罪人，那你很快就会变得很坚强。 因为你会承受很大的压力，so either you will crash and kill yourself, or you will become strong。好，所以这样，所以你你这提供大家非常简单的 Fermi 昂跟 boldon 的 lesson，so you can pick what you want。so this is actually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great。就是你学到这，应该会觉得哇，很神奇这样，就仇恨没有产生力量，可是仇恨的确可以产生压力，so that's great，and that's that's totally intuitive。所以希望大家在学物理的时候，其实。 或多或少可以稍稍想一下，就是、说：哎，你的直觉是怎么出来的？嗯，所以这是长这个样子，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下面问呆宝，如果大家没有问题，那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压力事实上你可以去算一下啊、哦，它超巨大的。所以这告诉你什么事？这告诉你说，其实有时候当你在开东西的时候，要对铜线里面的自由电子要有一点，你知道，要有一点悲天悯人的心情，因为铜线里面的电子很多。 OK，一个立方公分里面有十二、三次方电子，他们彼此呢就痛恨彼此，所以他基本上是整天活在集中营里面。那那个压力有多大？就是这么大，你可以回家自己带一下，这是非常的巨大。哎、欸，那他为什么待在铜线里面不会跑出来？有人知道吗？所以你每一次找到一个分密 gas 的时候，你就会反过来问自己这个问题：分密 gas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特性，就是里面所有的成员呢都怎样？ 都承受巨大的压力，那当你承受巨大的压力的时候，你会怎样？你就会彼此想要逃开来，对不对？就是当你有巨大压力，不是就会 expand 吗？或者是更严重，就是会 explode，就会爆炸。So basically, what holds all the electrons in the wire smoothly? 力为什么？谁的库伦作用力？ 啊、uh huh. 所以你就是怀疑我刚才骗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明明跟你讲说，ion 其實,实上不会造成电子间所有的阻力，所以它在里面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这样吗？嗯，怀疑老师是很好的态度，这样对，所以在这边就是酷人作用力，所以不要忘记了，当我如果今天假设所有的 ion 都是在原来的位置的时候，电子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可是你今天可以反过来，你可以反说。 如果今天我想要真的把一个电子拉走的话，你需要 cost 多大的能量？我其实很好算啊，大家都知道库仑作用力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变态的 k，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举例说，哎、欸，这有个库仑，这有个库仑，然后相距一公尺，请问现在力是多少？那个力就是那个常数，对不对？就是九乘十的九次方牛顿，which will basically smash all things that you can imagine。 所以事实上，虽然它在里面流动如入无人之境，可你一旦想要离开外，你就会承受非常巨大的库仑作用力。所以在这边，holding the pressure together by E M、MM、M interaction。 所以这世界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啊，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在 metal 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fermion，这些 fermion 之间呢承受非常巨大的压力，这些巨大的压力应该让电子想要散出去，给它如果一旦散出去的话，它的 electrostatic energy penalty 太大，所以它又被拉回来，于是呢，他们就以一种压力非常大的状况在铜线底下活着这样，嗯，希望这个不是。 你的遭遇这样，嗯，OK，好，好，所以这是有关于第一个例子，发生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下来看还有哪一些东西是长这样？那第二个例子就是白矮星。

所以太阳的密度呢，事实上差不多是一，所以它其实跟水差不多。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那如果今天有一颗不再发光的冷冰冰的白矮星的话，它的 r ρ 是多少呢？那你要去算 r ρ 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只要知道 M 跟 V 就好了。 或者是呢？如果假设它是球形的话，就是三分之四拍 r 的三次方。那对大部分的，就是说行星演化的理论里面，质量跟太阳差不多的，最后才会变成白矮星。所以反过来讲的意思就是，白矮星怎样？大部分就是跟我们太阳的质量差不多。OK。那所以整个的重点就是說白矮星到底半径是多小 well, Then that's the interesting thing. 天文上的观测告诉我们，白矮星呢，差不多只有太阳半径的百分之一。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直接推估出来，它的密度差不多就是十的六次方克除以 centimeter cube。那一般大家就会说，哎、欸，这是很巨大。那到底是多巨大呢？那就是巨大到就很像科幻小说。 他意思就是说一，一颗弹珠，OK，在白矮星上，就是说，如果把把白矮星的石头这样挖起一颗做弹珠的话，那一颗弹珠就是这样，就差不多是一吨。所以其实也还好。意思就是说，你在地球上，如果要创造出这种东西的话，我我们整天，我们其实有比这更神奇的弹珠，你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好，意思就是说，你把那个一吨的卡车有没有，就这样一直压压压压压到最后，就是在废铁厂把它压到像这样。 那你就可以想象白矮星就长那样。那它到底有多小？Well，它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因为其实大部分跟太阳一样，太阳其实主要的成分是氢嘛，另外一个是氦。所以，我们用氢来做估算。对一个氢分子而言，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够小了。氢分子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是等于零点四、零点七四 mstrong。然后，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电子就会在这边，你浓我浓的分不出来到底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化学家把它叫做 H2。那你实质上真的应该理解到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常识，是说，当我今天把两个氢原子，当它们之间的距离变成是零点七四的时候，那它们彼此的电子就会开始怎样，分别分不清楚谁是老大，所以就到处乱晃。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因为氢原子在基态的轨道大概会是多少？是零点五，对不对？所以当两个氢原子外层电子差不多是距离一个 a s t r o n g 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诶看到另外一个正电的地方，这样。所以它就，因为它有两个组织，所以它可能就会开始困惑，哎，我要效忠谁呢？嗯，所以当它到零点七四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 equally，就是对两个的效忠程度都是百分之五十这样。嗯，所以就形成了氢。 分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白矮星上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密度，你也可以就跟我们刚才学过的嘛。其实密度最后可以换化成一个非常非常棒，而且我觉得是非常直观的，就是说那每一个氢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i t t u r n s out 在白矮星上面每一个亲和之间的距离，OK，在这个图上面呢，典型上每一个亲和的距离实上是零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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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去哪里？哦、oh,，看到了，零点零一 r o n g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这一个状况底下，基本上是大家全部都形成在一起了。所以呢，所有的电子。 就充满了所有的东西，就在谁也分不清楚谁的。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你其实可以说，在白矮星里面，其实事实上呢是有很多的原子核，然后呢旁边就是一一整坨大家的电子就共享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而简单的一个 picture。所以同样在这个 picture 底下。 因为电子现在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原子了，它基本上在整个白矮星上可以到处乱跑，所以你就可以用我们去估算 Fermi gas 的方法，去同样估算它的整个东西。<对> Fermi energy 是长什么样子。所以 again，我们用到的公式就是 E_Fermi，其实等于多少？等于 h_bar 平方除以二 m，再来的话是三拍平方 n 的三分之二次方。那如果你把这个 particle density 带进去的话，这一个出来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 number，这个出来事实上差不多是十的五次方 ev，OK、okay。所以如果你跟就是我们之前算的 metal 来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分泌 energy 比 metal 来的又更大了。嗯，那如果当你今天分泌 energy 这么大的时候，我们之前不是还学过什么？还学过 pressure，right？ pressure 的话，是等于什么？pressure 的话呢，是等于二 u 零除以三 v。那不要忘记，这是三分之二乘上 u 零的话，是等于五分之三 n 再乘上一分米。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全部相除之后，它事实上是五分之二 density 再乘上一 Fermi。那 Fermi 本身是 n 的几次方？三分之二次方，3, 再跟这个合并在一起之后，它其实就是 n 的三分之五次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当 density 越大的时候，你最后的分 i pressure 就越大。所、so、以 again，你看到一个分 i gas 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问你自己的是什么？ 在这边的话，其实同样的，电子跟电子之间有 interaction，电子跟这些所谓的原子核之间也有正电的吸引力。那为什么你可以把它完全消掉的话，就是请参照我刚刚才擦掉的部分，嗯，基本上是因为量子力学的效应，哦，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non-interacting gas，OK？、Okay? 那在这边，因为压力这么大，所以白矮星之所以不会炸掉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在这边呢，the pressure is held back by gravity。嗯，那最终最终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就来解释原子核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不好？ 其实这个比白矮星的现象更神奇，哦，只是因为它非常常发生，所以你们就忽略它了。这样，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真正的原子核里面发生什么事。原子核里面基本上其实只有质子,子跟中子，然后它们之间呢，会形成一个 cluster，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子核。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number 叫 A，就是所谓的 mass number。 那 mass number 基本上就是 proton number 加上这个 neutron 的 number，它是一个 number，OK、okay。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一个最后算出来之后，通常原子核其实事实上会有个半径是 r。那实验上发现这个 r，OK，、okay, 它是差不多正比于十的负十五次方 meter，再乘上 a 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这告诉你什么事？这个其实有点告诉你说，你机如果直接去算这个上面的 n 是多少的话，n 的话就等于是总共有 a 个乘上三分之四派 r 的三次方，所以你就会得到它差不多是三分之四派乘上十的负十五次方的三次方乘上 a，然后 a，然后这两个消掉了。 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告诉你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周期表里面每一个元素，它其实里面都有个神奇的弹珠，好，那个神奇的弹珠都是质子中子做的，而且它们的 packing pack 出来的密度事实上都差不多一样，啊，and if you want to compute that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十的三十九次方 centimeter。 q，你稍后去看一下哦。我们刚刚其实事实上在算 n 是十的六次方的时候，这是十的六次方 g，然后 centimeter q。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回去把这一个 n 拿去换算成质量的单位，这样。以如果 particle number packing 来讲，事实上 nuclear matter 其实比白矮星还要更神奇，这样。 只是因为它太常见了，所以其实你，你不太注意到。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可以做出一颗原子核是像弹珠一样大的话，那基本上你是拿不起来的，嗯。事实上是你放在地上，它就直接咚咚就掉到地心去了，嗯。因因为其实地壳也没办法承受这样，哦，because is t too heavy。所以其实我们的原子核本身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密度的，就常常你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白矮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白矮星的形成的原因事实上是因为太阳最后燃烧完之后，因为内应力，所以最后把所有的东西挤压，然后最后挤出一颗就是说质地非常精密的东西。这样，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的话，事实上你应该去想一下，你现在手上握的每一个东西里面都有数以很不是成千上万这样，因为这都太小的 number，了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原子核，那每个原子核都可以当成是一个神奇的弹珠这样。 那这个神奇的弹珠，事实上它的密度是这么大，所以同样的，你再带入一模一样的公式，就是一 m 米，你就可以把 nuclear matter 它的一 m 米算出来。OK，那一 m 米算完之后呢，it's even larger than the white dwarf star。这一 m 米算完之后是十的七次方 eV，也就是它差不多是十个 MeV。 OK，那稍稍给大家一点点概念，就是说，十个大 MeV 是什么呢？一个电子的质量呢，在同样的单位里面是零点五个 MeV，意思是说，只要有一个 MeV，你就可以产生正电子跟负电子。OK，也就是你可以产生这种非常神奇的这种正负电子，所以在每一个原子核里面。 一分米是什么意思？一分米就是里面的质子跟中子的什么的平均能量。那现在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为什么就是说一旦你有办法把这个能量 release 出来的话，它可以是很恐怖，也可以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就是每一个原子其实基本上都带了一个，我觉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炸弹包这样。哦，那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它解放出来这样。 如果你可以把它 release 出来的话，那 t h e r e t h e r e w i l l be something。我一的是很有帮助，不然就是重大的灾难这样。嗯，那我们现在其实事实上只在用非常没有效率的办法把这个解放出来。事实上，如果有人可以安全的把，比如说氦的核这样解放出来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辛苦啊，对不对？或者是反过来，你可以安全的把这个炸弹做起来之后，稍微偷一点能量。 那你其实事实上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无能呢？其实我也一直都不懂这样。好，我记得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有跟我儿子讲说：来，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我就说你在地球上大部分碰到所有东西会动的来源都是什么？都是太阳。他说哪有？我吃饭会动。我就跟他说：OK，你吃饭会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淀粉，对不对？淀粉里面化学能。淀粉是怎么来的？淀粉是植物来的。植物是怎么来的？植物是照射太阳的光合作用所以来的。所以基本上。 其实，在地球上，大部分的时候，你感受到你今天手机可以响，你可以快乐不快乐，或诸如所有的什么什么，就算今天太阳没有出来，那个都是什么？那这是太阳的功劳。这样，即使是你今天用的石油跟有的没有的天然气或所有的东西，其实是对太阳的能量做时间的积分，刚好积到这里，然后你就开始在用而已。So that's actually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amazing。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对于能源的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也可以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课题，哦，就是我们目前知道，在全地球上，对于能源应用最有效率的是植物。那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工程师实在是很可怜，你知道吗？就是说，工程师的智力有多少？我要低于大润发旁边十块钱可以买得到的盆栽，就这样。 OK，seriously，、okay. 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 solar cell 的效率都远低于植物这样。那当然很不幸的是，植物以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储存他们的能量，right？所以如果你想把植物产生的东西掠夺过来的话，并不是像掠夺蜂蜜那么简单。你就要吃很多青菜。那不过很不幸的是，你吃的青菜大部分的能量其实事实上还在什么？ 还在你的马桶里面就被冲掉了，这样，哈，你只获得非常非常非常少数的能量，这样。So that's a big question that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ere。就是说，其实能量都是在那里，那你怎么把它解放出来呢？所以太阳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方式，它可以让氢然后融合成氦核，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它可以充分运用这个能量，所以呢。 你最后就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大的能量，就是太阳为什么可以直接这样照在我们身上。OK，那我们今天其实就举了三个例子，希望大家有稍稍学到一些东西。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说句实在话，其实最后用到的公式只有这一个，所以你们就自己可以回去估算一下。那你们回去，我想你们只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些东西事实上。 就是在现实考量上，其实都不是 n o n i n t e a t i n g particle。为什么最后它看起来非常像 n o n i n t e a t i n g particle？OK，、okay? 那那个其实才是这一堂课整个最困难、最困难的地方。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